经过青林小沙丁鱼海岸转入下一个乡村小道，那条路上矗立着典藏受秦始皇之命来到古冀州丹罗寻找不老草之故事的徐福展览馆。在展览室可通过描绘徐福一行旅程的模型和资料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请在此处停留片刻，欣赏一下秦始皇的青铜马车和兵马俑坑，以及西归浦的特产。在去往徐福展览馆的路上可以看到的29号作品梦 Dream 通过手含蓄地表达了家族的面貌。作品用居民亲自写下祈愿的字句后，将其呈递给某人的手的形式表达了主题。